耶和华面前有尊贵甲威严，伫伊个所在有欢迎甲欢喜，便是种个习俗啊。恁就将欢迎阳光归乎耶和华，归乎耶和华，用伊个名所应该得着阳光归乎耶和华。就带礼物来到伊个面前，就用圣洁的尊大敬拜耶和华，弟兄。咱做回来吟诗，圣诗第三三十五首。我心实在懊恼，我心实在懊恼，因为上帝大恩，救我比性命免得免去灭亡。全心诚意献尊，咱一起来做回来吟。求你照你的话，予我勇敢。
求你让我离开甘蔗路，求你的怒火焚烧我，求你让我的目睭远走，无法不见，佮让我在你的路中来往，你的话将我救活。我有受苦，是做我的利益，你欲让我合适你的律例，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，这苦难着。我听说你的律法到怎样啊？我通你真天书。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一个闪避，闪避就发出光，互戆人通达。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，你的律法是真实。来应付
这个、变化多端的天气，我还无失去健康，我还搁较勇敢，啊，搁听伫每日的生活的内底，会使过了平安健康。所以我知影，阮是软弱的牛仔，这牛仔若无好个牧者，伫头前来引错。万一点失败，万一点跌倒，但是阮久久以来，不能挂咯。阮伫超车一个下底款需要一部书，到即卖也未找着。爱谈到，阮个干事也因为个人个需要要离开阮，阮感觉足孤单。小宝，唔知要安怎行嘞？但是阮若记得用家己的意志要来超车，就我袂讲，这是无可能的事。阮就摆咧伫你面前，求你亲自赐阮，想出阮一个合理之意，可带领阮。向前行的牧者，阮紧紧有牧者来引导阮，阮软弱的心灵甲身体，来得到引导。阮这教会踮伫咧彰化市中心的所在，也紧紧会发挥搁较大的困难。就阮也知影阮的姿势，阮的青年。常常爱出去外口去读书，去做工课，主叫你陪伴伊的心灵，无忘记你的存在，你是伊上好的陪伴甲朋友。主伊就引带因伫外面，无论伫学校读书，还是伫外面做工课，常常有你的。陪伴，甲伊做伙，互伊读册，伊着相通，互伊工课，做甲完满。就今仔个是伊个庆祝日，特别阮纪念着大部分年前外国个传教士，才见来到。阮中间，伫遮传教，伫遮传福音，设立上需要的圣学院。今仔日就是因个奉献，所以阮不但要用金钱来支持因，每一个祈祷常常也要摆列伫你个面前。来求你来仰仗阮属下的几间圣学院，互伊所培养的牧者，是有教养，有够有信心，来伫阮台湾，也是出去到外国去传福音，祝安尼纪念日，阮要大大向你献上感谢。这是我要开始，我的今仔日主持的活动，就你也采听，你也派着阮敬听的丁牧师来到阮中间，你知影，伊的年岁会使休困，但是伊也要常常来到阮中间。对你的信息来传讲，互阮知，做阮伫遮会祈求，你互阮拢有一个安静的心。咱娘子安尼道理，叫你互讲的，也是阮听的，拢变袂，拢得着利益。为着未来的生活，你行的路，拢有好的准备。我正要开始，
阮的诸位弟兄，我安尼恳求天主，求主的降临，奉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